真笨。这个笨鸟真的表演得非常到位。笨鸟先飞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这样来，五个字，五个字，去上那边吧，弟弟。一击击中，哎，不对，就地正法，五个字儿啊，五个字儿。枪打出头鸟，就去。枪打出头鸟。怎么就这么厉害呢？怎么看出是鸟的？对，接下来要组合表演的是小童和杜玲。好的好的，我们来。哎呀，菜市场，西红柿和生菜。出吧，肯定跟什么菜有关。啊，我的。塑料姐妹花，赵俊。啊！我天哪！小童那个笑容一出来，你那个笑容一来，很塑料的感觉，是吧？四个字。鱼。飞鸟。四字成语。鱼跃龙门。不对。鱼死网破。沉鱼落雁。对。沉鱼落雁。啊，三个字。花。对。名字。红缨枪。花枪。洪金宝。哎，这骑马的这个是花泽类。花泽类射箭。骑马的这个是花木兰。正确。对。好像好厉害呀、我看又骑马又射箭的嘛。好，表演结束，接下来要表演的是鹏哥、沙哥、花花，来配合配合啊，主要是配合。四个字。霸道总裁小娇妻。身在曹营心在汉，差不多那意思吧。我觉得我的形体越来越像小宝了。我心本来像明月。痴心妄想。痴。我是什么？痴汉，痴心。我是什么？痴心女子，痴心女子。正确。闫妮儿姐答对。啊，痴心女子。闫妮儿姐，这是第几？答对了几次？第一个。第一个，哎呀，第一个回答就这么有难度的题。因为我是痴心女子。哎呀。哎，这好好好好，这个好演，好演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该溜子，该溜子，几个字儿？四个字儿。满地找牙。满地找牙。五个字儿。你还是演那个吧，这是一直延续你的风格。有口说不清，主要是他的表演，头俩字都是他。流氓。接近了，接近了，接近了，这还恶人先告状啊！恶人先告状。哎，那你来吧，来吧，你一人就能演了。四个字啊，你们想想前面那个恶人先告状，想想。回头。
头了，回头浪子回头，浪子回头。看一下这三个一起回头好不好？行行行行行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在中间，来来来来。叱咤风云我又一闯，万众仰望。叱咤风云我绝不衰，往后看翻天覆地。三种性格的浪子，看来是三个发廊的没活儿，三个托尼老师。